看看我的评价好用祛痘好物，洗面凝胶、毛孔精华、祛痘凝胶、遮瑕膏，一整套通通拿下，第一步把脸洗干净。咱们油痘肌清洁是很重要的，这款含水杨酸有效清洁毛孔里油脂，帮助水油平衡，洗完很清爽，不假滑也不紧绷。第二步当然是涂精华了，二合一精华乳收缩毛孔，补水保湿，水润清爽好吸收，油皮痘肌用真的好舒服，平滑细腻肌肤出油和闭口也少了。爱了好多年的小绿管祛痘凝胶，普通款急救款，普通款对黑头粉刺小脓包很有效，很好吸收，涂几天都能消好多。另外红肿发炎痘适合这个急救，凝胶质地清清爽爽，24小时内痘痘没那么刺激。姨妈期爆了一些痘，我涂呀涂呀涂，希望快点消。最后我的遮瑕小帮手，就像一支笔的那样好方便，要用的时候转一转，化妆时点涂在痘痘痘疤上，挺自然的，不会干，不会起皮，没有浮粉，姐妹们一起接好皮肤了。